什么武器外号鲜为人知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在吃鸡里比较热门的武器，由于玩家们经常用到，于是就会给这类武器取外号，叫起来更加方便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很少人知道的三个武器外号，你知道几个呢？一 DP28 在吃鸡里的外号是大盘鸡，而它外号的由来是因为外观。DP28 的弹夹是个大圆盘，再加上 DP 首字母的缘故，于是玩家们便将它称之为大盘鸡，还有少部分玩家根据 DP28 的谐音将其称之为迪尼热巴。二 M29 的外号是大菠萝，想必不少玩家都听过，可是对它的由来却不知情。大菠萝这个外号的起源非常早，由于在 CS 里 M29 的形状从正面看上去非常像菠萝，再加上弹夹容量大，因此被玩家们称为大菠萝。三 SLR 在吃鸡里的外号是大炮，想必知道这个外号的玩家非常少。那么 SLR 为何被称作大炮呢？毕竟大家对于大炮的印象都来自于穿越火线，其实是因为在不少玩家心中，大炮指的是威力非常强的狙击枪，而 SLR 的伤害射程都非常高，因此被某些玩家称之为大炮。小伙伴们，你还知道哪些武器的外号呢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转发哦，我们下期见。